开启这个网站 download， 跳过 come， 卷动到中间，找到电视版本，复制它的下载连结，再打开搜网址网站，贴上刚才的下载网址，按下 shortener， 记下来后返回安卓电视操作。接下来进入谷歌商店，搜索 SideOddBody 后安装。打开应用，打开选单，选第二个，输入刚才产生的短网址后按 download。静待其完毕。按下后安装。进入设定许可来源位置应用。重新打开选单后，选第一个浏览到下载资料夹。再度点选安装。这次可以了。打开来试用看看。Hello, Google。看到灰字，不祥的预兆，非中国大陆用户不得使用。接下来下载 VPN 应用，再度进入谷歌商店搜寻 Giant Sax 穿梭。安装，进行装置性能测试，允许使用 VPN 功能。需要建立账户后方可使用。按下 Connect 建立连线，若连线不稳，可于下方更换 Server， 出现 Connect 已连线后返回首页。再度打开 Google 音乐。Hello, Google。现在已经可以完全使用了。对你的思念，它还在挣扎我。